两位土豪，借个路呗。拍东西呢？我帮你们那个拍一下好不好？你看，这样您看您有钱，我们自己拍，都是小钱，这给你，这给你，要不？我告诉你大哥，我可以不过这条路，但是我必须要有尊严，这个我不能拿，我真的不能拿这个。这样吧，大哥，一句话，我们要是兄弟的话，我就收了。你告诉我们是不是兄弟？是兄弟。今天开始是不是就是兄弟了？钱我出，东西我要。好，你要多少？拍什么？全都要。这样的我全都要。就是这个霸气，是不是？对。你今天就特别霸气，你今天觉得特别爽。爽快。你戒指也不要了？不要了，全都不要了。我全拿走了。都拿去。我最后我帮你全部拍了。下个我们就拍，好吧？来。